陈主任，你听见什么了？有马队长，还有嘟嘟嘟的声音。报，打警戒！打消耳聋，我们带着嘟嘟隐蔽。陈主任，霞霞，跟我去侦查一下。这下真过不去了，咱先撤回去啊，想想办法。哎，队长，情况怎么样？能过去吗？公路跟山口都封锁了，咱们冲不出去。我去拖住他们，你们冲出去。不行，这鬼子兵力太多了，咱们硬冲那是白白牺牲。这样，我跟大兴再商量一下。怎么老商量啊？你们能商量出啥来呀？走吧，要么过去，要么死。祥子，走走，站住！都站住了！咱们这一路怎么闯过来的？啊？鬼子为什么派这么多兵力来救这个飞行员？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不用我说吧？副队长，咱们别急。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？护送这个小鬼子，不能让他出事。我想好了，这里边我脚力最好，我一个人去把小鬼子引开，我把他们往山上引，我绕死他们，你们好冲出关卡。我跟你一起。不行，你脚力不行。我去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就我一个人去。不行，鬼子这么多兵力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没别的法子了，眼下只能这么办，就这么着吧。赶紧下命令吧。为了完成押解任务，我决定按杨天柱同志的意见办。莫才、二龙，你们俩负责掩护杨天柱同志突袭。执行命令。是。不会有事儿的。
平安。回去！啊！这样，
司令员，我回来了。来，坐坐坐。好。哎，赶紧说说最新情况。是。停下！这里隐蔽安全，大家在这儿休息一下。对，注意警戒。蹲下，蹲下。阿北，喝点水。哎，怎么突然没枪声了？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常小姐，你放心，要相信天柱他们的能力，一定能安全脱险。大兴，你跟我去接应他们，你们几个看好他。两天了，已经两天了，押解山田的小分队怎么还没消息啊？不能再等了，必须马上派部队接应他们。唐科长，马上命令杨天亮带上一个排火速接应，带上电台随时联系。是。石本、亀田から何か？お答えします。それはまだです。石本と亀田に何か何でも八郎の行く手を阻み、注意を作り出せ。八郎に逃げられたら軍令で処す。はい。咋样？是二龙。走走。二龙，天柱他们呢？天柱哥，天柱哥和祥子抢了敌人的马，把敌人引山坡那边去了。茂才呢？说呀。茂才。茂才被小鬼子打死了，凶手呢？让我放下沟里，用草盖上了。他临死前让我把这白把子拿回来，咱得把他带回来。不行，任务重要。小子，八郎君武空部隊天柱まであと2キロです。根拠地に突入しました。援軍がないければかなり危険です。松戸大佐の命令で暗くなるまでに暴走隊を全滅。山田中尉を救出せよと。我々ここから入る。松田大佐の宮殿です。読め。はい。副大将軍からの命令です。秘密を守るために、中尉を救出できない場合には、事態によって射殺を強化されます。出発。起立！敵に回れ！
怎么还不回来？急死人了！急死了！是天众快响了。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杀不完小鬼子，我死不了。不哭啊！嗯。王队长，我们已经把小鬼子甩到后头了，一时追不上，咱们赶紧撤吧。好，天柱、祥子，你们俩跟我走前面。金山、二柱，你们俩看好俘虏；二龙、大兴，你们保护好长枪姐断后，动作迅速，出发！是，走，来，走，快！团长，你看，咱们过了这道梁子。下去，就应该回到原来的主路上了。同志们，天黑之前必须赶到军文局，出发！起来，走。起来，快走啊！不过，他又不走了。黄队长，我想跟他聊几句。常小姐，你给他翻译一下。哎，我能活着回来，你没想到吧？教えてあげる。彼は優しい人よ。彼は家族と暮らしていた。妻に愛されて、子供、父親、そして幼馴染もたくさんいた。数ヶ月前。あんたたちが彼の村で老若男女問わず殺戮を行っていた。全員殺された。だから日本人に会うたびにああなるの。本当は分かってるでしょ。傷つけるどころか、あなたを守った。違う。
山田さん、あなたは軍人である前に一人の男なの。家族と子供いるでしょう。もしこんなことが自分の身に起きたらどうするの。休息一下。水を飲んで。快到分居了。哼。同志们，过了前面的山口，咱们就到分居了。你要说那没用的，到那儿有没有肉吃？我想吃牛肉。到了分区啊，我先给你杀猪宰羊。这没牛什么事儿、啊？养羊肉也行。王子啊，你这也太小气了。兄弟们这一路上算是九死一生，就宰个猪宰个羊，完了咋的也得弄弄酒喝呀。我得喝点啊。哎，对呀。杨天柱，天柱同志，咱们部队有规定，不让喝酒。哎，但是通过你们这一路的表现，我去找首长说情，咱们喝一段，这就对了嘛。哎，那个肉得炖烂乎的，那肥的香，那要点肥的。咱们再加把劲儿，出发。那走啊，赶紧的吧，来来，快走走走，快点。少佐哥哥、八郎の先に回りました。よし、計画通りに動け。我々の位置と行動計画を大佐に報告しろ。はい。山上有人，别慌啊，往前走，别乱看。哥，在哪呢？我咋没看见？在山上，啥情况我也没看清啊。过来了，完了！哥，赶紧想办法呀，赶紧的。
大家听我说，咱们遭到埋伏了，敌人要狙击手，大家千万别冒头。干掉他，不干掉他，咱们谁都活不了，明白吗？你听我说啊，一会儿我跑出去，引住他，你把他给我干掉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小子，别慌，你枪法不比我差。肯定得把他干掉。把枪举起来。听话，三。成。小子，干他！小子，小子，小子！水壶打漏了，谁让你跑出去的？啊，兔崽子！站起来，小子，無事ですか？一人は残らずやれ。はい。行くれ！尽是本道，山田，我就交给你了。魏师爷，快，快点，给王大将包扎一下。快，别管。Thank you.
がああなたを守るために死んだ。石本を監禁しずに入れろ。はい。日军飞行员山田被押至我八路军分区后，受到了八路军的优待。罗政委对其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。山田逐渐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，并积极要求加入了反战同盟。在我八路军的感召下，山田主动交代了日军 A 字工程的核心机密。我分区立即将山田的口供连同航拍胶片盒一并送达军区。報告します。入れ。大佐閣下、下はもう飛行機を出しました。八六の分区にチラシを待ちきました。ああ、軍分区付近の初点に八六の撃に注意しろと。はい。我认为既然这样，咱们不如将计就计，用山田换回李华和王峰两位同志。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。李华和王峰同志在反扫荡的战斗中，为掩护机关同志和群众安全转移负伤被俘，在狱中坚持斗争，严守党的机密，充分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舍身忘死的革命气概。所以我们要尽一切可能营救他们。唐科长，立刻设法联系，沟通交换战俘的相关事宜。是。回去以后好好休养，把你的所见所闻告诉日本人民，让他们清楚地了解日军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真相是什么。帰ったらゆっくり休んで、あなたの見たことを他の日本人に教えてあげてって。はい。希望你能做一个信守承诺、反对侵略、爱好和平的人。あなたには約束を守り、平和主義者であってほしいって。はい。好，就到这儿吧，参谋长。路上注意安全，一定要保护好山田中尉。